往右走，往左走。伙伴们说往哪边走可以变得更大。哼，伙伴们肯定在骗人。3:2大，乘法比加法大，走左边。啊，我怎么变成这样的？小贝姐姐，零不管乘以谁都等于零，你的数字还是零才会变成这样的。好吧。下一个路口的路牌被我互换了位置，伙伴们，你们可不许发送666，告诉小雪他们。接下来该走哪边呢？加号和减号肯定是加号的，我们走右边。不对，走左边。为什么？啊，完了完了，我们都要变小了。小雪，你仔细看看啊，我们的数字怎么变大了？伙伴们都告诉我了，是黑暗魔王改变了路牌的位置。小雪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走？小贝，你怎么就知道跟着小雪走啊？什么？我只不过是因为我信任小雪，我自己肯定不会走错的。真的吗？我才不相信呢。好啊，我这就走给你看。啊，怎么是除法和减法？我都不会算，只能猜一个呢。我走右边。啊，哼，黑暗魔王竟敢小瞧我，我靠自己肯定也能走到终点。走右边。走右边，我还走右边，错误，错误！天啊，小贝姐姐答错3次，回到妈妈的肚子里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我感觉小宝宝要出生了。小雪，你能不能送我去医院啊？我知道，医院就在答案等于10的地方。美丽阿姨，我这就带你去。走右边，这里应该走左边。走吧走吧，这门上的数字都被我改过了，他们肯定找不到正确的路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不许在评论区告诉我。